各位兄弟姊妹平安，今日是十一月十五，2020年，咱真欢喜啊！大家做伙来参加咱网络顶头的主日，请大家平平心。宣教，顶着牙巴，仰上主，伊伫至高的所在坐位，掌管所有天，地球疼痛。追求稳定，咱着自身看相处人民的上主。恁着赶紧进入上帝的殿院，君我创造的君王。咱着来敬拜天地的主。今麦咱做伙来吟圣诗，新圣诗第268首，兄弟姊妹欢喜进入圣殿。咱做伙来做感恩的祈祷。亲爱听堂，阮的阿爸爸上帝，阮的心充满感恩，来到你的面前，阮要来感谢俄罗斯，感谢你一切保守、甲赏赐、甲稳定，互阮在即个疫情中间，依然会当平安、健康、无所欠缺。主，阮满心感谢你，伫个顶一礼拜的主日。予阮教会选出你所喜爱忠心的奴仆林尤坚兄、Christine 素姊妹、李淑珍姐、甲 Andrew Shen 兄弟，要来出任咱教会2021年新的长老甲执事。阮感觉非常的欢喜，也为着因愿意奉献，来献上阮满满的感恩。主，阮也特别感谢你。一直以来，对所有 TKC 嘅兄弟姊妹啊，甲家庭，所有嘅稳定啊，甲照顾，就伫咧顶礼拜下拜六，阮搬去德州嘅 Robert 罗兄弟，伊完成伊嘅终身大事，在德州嘅教会，甲伊美丽嘅新娘啊，完成因嘅婚礼，阮嘛真欢喜，会当踮喺网络顶头来观礼，见证因嘅婚约，嘛献上阮满满嘅祝福。主，阮也阁要继续感谢你对光华甲荣慈因一家的带领甲照顾，因个查某囡仔平安，身体检查拢无大碍，光华的身体手术复原嘛十分的顺利，荣慈嘛顺利找到一份新的工作。主啊，这疫情的稳定，阮献上满满的感恩甲懊恼，阮也阁要继续恳求你，继续用你的疼来带领阮。继续使用阮做你好的见证，继续服侍更多台湾人甲学生。主，阮嘛要继续恳求你怜悯人类的性命甲软弱。目前世界上侪地区肺炎的疫情搁再度升悬，阮恳求你医治所有受到感染的人，帮助所有受到疫情影响的人。嘛，带领甲帮助每一个医学专家甲研究人员，赶紧研发出疫苗，互即个疫情会当尽快消退，互阮的生活会当慢慢恢复正常，
主，阮安尼感恩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今仔咱的圣歌队要带领咱来俄罗咱的上帝，我要一生奉侍主。为做邀请，咱就用真实的心来亲近上帝。咱三角在上帝面前彼此认罪，咱若认咱的罪，伊是真实公义，要赦免咱的罪，洗除咱拢总的不义。主啊，你有设立阮做你受创造的万米的管家，也有托付阮上好的气力来完成你的事工，但是阮并不用精神、知识、想象力、甲疼痛来服侍你。阮保留家己的才情，而且定定活伫惊吓中间。主啊，求你怜悯阮，为着你的国度的恩顾，予阮壮大来使用家己的才调，直到你搁来用光的迄一日。
人若踮伫基督，就是新创造的人。旧的生活已经过去，新生活已经开始。就知咱得着赦免，咱有平安。阿门。即咱做伙来读上帝的话。今日上帝的话记载在马太福音第25章第14节至第30节。马太福音第25章第14节，因为亲像一人要去外国，就叫伊家己的奴仆将所有的交代因，一个给伊银5000，一个给伊2000，一个给伊1000，各照因的财调就去外国。领5000个随时去做生意，搁赚5000。领2000个也是安尼，搁赚2000。独独迄个领1000个就去掘地，乃藏捌伊的主人的银。过久久，这个奴仆的主人到，甲因算账。领5000个来，搁带5000，讲主啊，你交代我5000，你看我有搁赚5000。第21节。伊的主人甲伊讲：“好啊，好，搁尽忠的奴仆，你伫少个已经尽忠，我要设立你来管多个，倘入你的主人会快乐。”领2000个也来讲：“主啊，你交代我2000，你看我有搁赚2000。”伊的主人甲伊讲：“好啊，好，搁尽忠的奴仆。”你伫少的时已经尽忠，我要设立你来管多个，倘入你的主人会快乐。领1000个也来讲：“主啊，我知你是严苛的人，卖野的所在就要收割，卖分散的所在就要捡做堆。所以我惊，就将你1000人去带伫地里，拿你的冠冕行礼。”伊的主人就应伊讲：“歹，搁贫惰的奴仆啊！你既然知我无野的所在就要收割，无分散的所在就要捡做堆，就着将我的银下伫钱店。我来的时，通得着我的本银甲利息。”28节。所以就对伊提起1000来。予迄个有10000个，因为见若有个要予伊，予伊有剩；无个连伊所有个也欲摕伊。第30节，也迄个无利益个奴仆，赶伊伫外面黑暗个所在，伫遐有铁铐，加个切起。这是上帝话。感谢上帝。今日真欢喜，咱请到牛牧师、牛德牧牧师来为咱证道。牛牧师过去捌来到咱 New Jersey Drew University 的新学院来读册，嘛捌来带领咱的查经班，嘛捌为咱讲过道。目前牛牧师咧台南的盐行教会牧会。今日牛牧师要为咱证道的题目是主的所备。上帝我的心，我们台北教会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不打算离开我们的生活那么久了后，用这种方式来分享上帝的话，开始这个时，在这种时候，也要求上帝来保守我们大家在美国的生活，都可以得到安全。在上帝的恩典的中间，我们都无地到惊吓。今仔日真欢喜，当跟咱做伙来分享上帝的话。照咱今仔日共同经课福音书的部分，就是伫马太福音书25章的14节到30节。那么伫这段经文的中间呢，咱会当看见一个足熟悉的故事。这个故事呢，
真侪人会将这个故事，改看作是 talent 啊，就是讲英语咧讲 talent 才能啊，温素啊，诶，这个用素的来源。啊，咱伫这个故事的内底呢，咱也常常会当听到关于这个故事的解说，就是讲啊，人得爱使用上帝所赏赐予咱的温素。当你拿温素拿使用的时，就会加添哪济。你若是亲像迄个领一千个，甲伊戴伫土呢，安尼你就是浪费上帝所赏赐你的恩赐。当然，英语世界内底 talent 这个字呢，就是对这个故事来发源。总是伫圣经的内面，伫圣经的时代 ，talent 这个字呢是一个当量的单位。那么伫这个故事的内底，这个主人呢，啊，叫三个萝卜来。一个呢，给伊五个 talent， 咱甲换做他人的。然后一个给伊两个 talent， 然后后来最后一个只有给伊一个 talent。那么伫这个故事的内底呢，咱中文的圣经还是别个圣经拢改换做五千、两千、一千，那是因为一个 talent 的银啊，差不多是一千的银啊。一千个银啊，就是一个十波人当时做一千日的工资，差不多三年外。所以那是五个 talents， 这是一个相当大的一笔数字啊。甚至上领着上少迄个，敢只有一个他人的萝卜呢，伊领着这嘛是一千日的工资，嘛相当大的一条数目。那么圣经甲咱讲呢，讲这个第一个领着五个，伊阁加赚五千，就是阁加赚五个他人的。第二个呢，伊领着两个他人的呢，伊也阁领着，伊也阁赚着两个他人的。独独这个领着一个他人的这个老公呢，啊，伊将这个钱给带伫土里，伊离甲主人倒转来时，原封不动交予主人。啊，伫这个故事的中间呢，咱会发现，无论是第一个还是第二个，其实呢，拢无亲像这个第三个老公共一款。因为第三个老公呢，伊非常的了解这个主人，这个主人呢，让伊会惊。是安怎让伊会惊呢？因为咱若看讲伊会惊的原因呢，就是讲你也未压就要收，也未栽种就要收割。可见这个主人呢，是一个非常严苛，也是且可能严苛加无近人性的一个主人。啊，这个主人讲，啊，你都知影我是这款的人，你是安怎无爱照我的所爱？你上少你嘛爱甲这一个他人定的，摕去放伫银行钱庄的内面，啊，无生一寡钱啊寄来给我。所以咱若读这个故事的时阵呢，咱若要将这个故事直接甲伊做一个比拼对比，就是讲这个主人就是上帝，伊予咱的这些钱他人定就是恩赐。安尼呢，咱会拄到一个改进上的一个难题。那么，这个改进上的难题呢，就是安尼，这个主人敢是一个爱钱爱到要死的一个人啊。所以，安那类比起来，咱上帝唔得有那亲像这个主人一个同款。中文叫做视财如命啊，真正看到钱目睭就金。啊，是讲这个主人呢，伊是一个非常严苛，而且呢，差不多严苛加。无近人性的人，那是安尼，咱要将这个譬如直接来甲伊类比做上帝，甲上帝所赏赐咱的恩赐的时呢，伫解经上确实是一个大的难题。所以呢，今仔日我要直接甲咱做来分享，就是讲，咱咧读圣经的时呢，咱爱真细致的所在，特别亲像福音书这款的故事性的的记载，咱来作注意作者是安怎要将这个故事放伫这个所在。那么当咱啊伫这个在看的时呢，马太二十五章其实伊是一个整体，伊内底有两个譬如，有一个是关系末日的事实。咱来看，注意看咱手头的圣经，咱翻开圣经到第二十五章的时阵呢，二十五章的第一节。伊一个开始就甲你讲，天国那亲像什么？这就是一个譬如。
后来耶稣就讲十个十四路，五个讲的，五个聪明的故事。然后呢，你到第二个故事，就是咱今日所读的经文呢，到第十四章的时阵呢，伊甲你讲天国，佮哪亲像甚物？伊佮底下在讲起天国，亲像甚物物件？啊，过来就是咧讲起咱今日所读这段的记述。总是呢，到第三十四、三十一章的时呢，伊就无佮讲天国哪亲像甚物，伊就底下讲讲当今主伫伊的应邀呢。甲正天使降临的事，真显然伊咧讲的是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就是当人主过来的事，人主降临的事所要发生的事。所以伊这个二十五章呢，咱若是甲伊单独甲伊拆开一个故事底下来讲的时呢，咱就会亲像咱的传统上的了解这段经文的时啊，上帝就是迄个主人。伊所获得伊罗卜的钱呢，就是所获咱的温素也好，金钱也好，财能也好，或者是你的财产也好，等等这些，啊，拢教咱讲得爱信用。总是当咱若是伫只将这三个故事解囥做伙的时阵，咱就要发现马太这个作者呢，伊伫这个中间，伊有更加要紧的信息，要通过这三个。诶，故事诶记载呢，互咱来看见。啊，当然，咱若看到这个事，咱若去关照着前后文，去咧到第二十四章，因为二十四章差不多拢是咧讲末日人主降临诶时诶景象。末日人主降临诶时会有虾米款诶景象？啊，迄发生虾米款诶代志？咱若看到第二十四章头前，特别咱对三十六节来解看诶时。第三十六节到三十九节的所在呢，伊伫遐强调，迄个日子、迄个时间，无人会知。第二项呢，伊伫强调讲，只有两种的结局。伊伫讲，伫田里两个人，有两个人，一个出去，一个放咧。讲两个查某人咧下无，一个出去，一个放咧。那么伊伫讲的是啥物？伊伫讲的就是讲，到底白日的时，只有两种的结局啦。无可能有第三种，也无可能有中间的一款，就是只有两种的结局会发生。所以，咱嘛看到二十五章这三个故事，拢甲咱讲，故事的结局只有两种。亲像第一个故事，在世路十个五个聪明的，五个戆的，因的结局只有两种，一种是入伫宴席，一种就是伫外面家己切齿。三个萝卜，两个就是主人的快乐，一个也是去往捆绑到伫家己切齿的所在。到伫后来，人主降临的时，将所有的人分作绵羊甲山羊。绵羊就是主人的快乐，山羊同一款，啊，到伫外面一个。救恩就跟他们无分，所以呢，伊伫只咧讲起的就是两种的结局。那么到第二十四章的四十三节到五十一节这段经文的中间，伊就咧讲起，那是安尼，咱拢唔知当时要发生，咱也知只有两种的结局会发生，安尼咱要安怎去应用？到底真做一个很？有人活在这个现在的世界里面，咱活在这个中间的时，在面对一个末日的临到，咱应该用什么款的态度，还是爱做什么款的作为啊？底下来应用这个末日的特质。所以呢，这就是今仔日咱所读这个二十五章，伊所要底下来说明的。所以咱若对这个规个马太福音书的结构来解看的时呢，咱就会当看到一个。所以咱若来读第一个故事，在十路的故事，在这个在十路的故事，到第十三章的时阵，耶稣底下讲这五个聪明的就是宴席，五个愚戆的伫外面的时，耶稣伫这个所在做一个结论讲，所以恁就爱警醒。
因为迄个日子、迄个时，恁唔知。那这咧反映什么？伊这其实是在说明，说明伫对头前诶一十四章诶四十二节甲四十四节。啊，咱来看四十二章诶一十四章诶四十二节诶时阵，你着看伊讲，所以恁着爱警醒，因为唔知恁的主是过几日要来。家主若知几更有贼要来，就要警醒，袂用允予人伫遐毁伊个厝，这也是恁所在，所以恁也着爱准备，因为恁想袂到的时，人主就来。所以咱来当看去，这个十七路的故事就是为着要解说这三节的经文，伊讲起的主题叫做警醒。那么警醒到底是啥物？咱讲警醒就是保持清醒啦。总是吼，咱若看到二十五章诶，这个十四路的故事的时阵呢，咱就要看见，警醒唔是拢无困呢，因为吼，这十个十四路无论武功诶，还是聪明诶，因伫咧等无先惊赛的时阵呢，大家拢是困去啦。总是唯一因的差别就是，各位聪明诶有准备，各位讲诶无准备。所以警醒其实不是无困，而是讲拢爱保持清醒，不是警醒就是随时拢准备好势。所以这个所在咧讲，当咱唔知迄个时到的时阵，咱就爱随时准备好势，咱才会当来面对迄个所唔知道当时要来的日子。啊，这就是二十五章第一个故事所咧讲。那么第二个故事呢，咱就看见这个。萝卜有两组，头前迄两个五千赚五千，两千赚两千，拢得到同款主人的娱乐，讲好啊，好个紧张的萝卜，就是讲伊是好个紧张。那是这个第三个萝卜呢，和伊的评语叫做歹个扁担。所以这个萝卜是紧张个好，诶对照就是歹。个片段，那么这个中间到底有甚么款的差别？这个中间的差别呢，咱就当看到，其实伊这个故事是为着要继续啊二十四章迄段经文的后半段，伊要甲伊解说。咱个等于看二十四章的四十五节，伊也安尼讲，讲甚么人是紧张阁有建设的萝卜呢？这个叫做紧张阁有建设的萝卜。拄啊，伫讲起后面即个头前两组的萝卜，好个紧张，好个紧张的萝卜会做啥物代志？会做主人所派管理过来的人，照时阵分食物，互只个同伴。主人来时看见安尼行，迄萝卜就福气。伊讲主人要派伊管理一切所有的，这就是忠心。紧张的萝卜所会做的代志，叫主人所交代。那是迄个歹的萝卜呢？伊继续讲第四十八章，伊继续讲这个歹的萝卜唔是安尼做，因为伊的心内想，我的主人一定会恩情倒转来，所以就起手来拍伊的同伴，佮甲啉酒醉的人做伙食啉。伫想袂到的日子，唔知影的时，迄个萝卜的主人要来。当当来胁迫伊，定伊甲假冒伪善的人同款的罪，伫遐要有哀哭切齿。啊，这就是这个部分，就是这个第二组，就是讲这个第三个萝卜所拄到的命运。所以呢，咱要了解这个的时，其实伫这个中间，这个故事唔是要甲你讲。这个主人就是上帝，伊所交托的钱财就是恩赐，不是在讲这个。那么伊是在讲啥？所以咱知影这个主人足爱钱，因为第三个萝卜其实嘛知影这个主人足爱钱，而且非常的严苛。伊讲要未亚种就想要收成，要未分散就想要收集。那么这款的非常的严苛，严苛到无人性。啊，佫足爱钱，因为伊甲第三个萝卜讲，讲你若不爱去将遮个钱放伫钱
装就是讲藏伫银行诶内面，无嘛会当甲我生一寡钱仔寄互我欢喜。所以可见即个路，即个主人非常非常诶爱钱。那么好个紧张，甲歹个频段，迄、那个中间上界大诶差别到底伫倒位？迄、那个上界大诶差别就是是毋是会当照主人所爱去做？主人爱钱，咱就认真趁钱互伊。主人爱什么，咱就照伊的所爱，伫遐认真，伫遐来甲伊完成。啊，这就是好个集中。所以咱若搁倒转去看第二十四章的时呢，你就会看到迄、那个好中心的萝卜，伊所面对的，就是主人所交代伊管理的家。那么这个家的内面有一个真重要的元素，就是伊的谈判。好个集中。甲歹个片段，迄、那个中间上界大个差别，拄拄啊在滴，是毋是有做主人所爱个代志？那么伫咱今日所读个即个经文个中间，十四节到三十一节，即个主人呢，伊非常个爱钱，总是即毋是咧讲起咱个上帝非常个爱钱，因为伊惊你误会。所以马太福音书的作者随时阁讲起第三个代志，讲起第三个代志，咧讲起当人主甲伊的天使降临的时阵，就是咧讲末日的事。那末日的事，伊要创啊？伊要底下甲伊分开，将所有到伫伊面前的人分作两组，一组叫做山羊，一组叫做绵羊。伊要用这个故事来甲咱讲，咱的上帝到底爱什么？上帝到底所爱是什么？这就是咱真做一个基督徒，真做一个上帝所拣选的萝卜，真做一个上帝的儿子所需要去了解，咱才有法度底下来做。所以，伊讲分做两边，一个就是绵羊，一个就是山羊。啊，当然呢，到底绵羊较好，还是山羊较好？啊，这都唔是生理上的问题，嘛唔是只个这养殖的问题。伫这个所在呢，真显然，绵羊所代表的就是好的，就是甲头前同款遐好个中心的、集中的。啊，后边这山羊呢，讲的就是歹。啊，所以呢，咱来看见耶稣开始在面对这个所有的山羊甲绵羊的时。虽然因称因做山羊，称因做绵羊，然后甲绵羊讲：“啊，我穷人赶的时，你有来甲我看；我破病的时，你有来甲我探访；啊，我无啥人穿的时，你给我啥穿；我腰过的时，你给我食；我嘴大的时，你给我啉；啊，我受关家的时，你来看我。等等这，总是这绵羊嘛，感觉莫名其妙。伊讲，阮当时有安尼做啊，但绵羊唔知影。”是安怎才会当得到这款的结局？总是讲到山羊的时，同款只的内容，腹肚枵，予人关伫监，脱皮脱，嘴干，破病，同款只的，总是山羊一个耶稣甲因讲：恁无来看我，恁无补足我的欠用，同款只的山羊嘛莫名其妙。我们当时有看过你安尼啊，这个事呢，耶稣讲，甲绵羊讲，你这个代志，行伫至美世一个，就是行伫我，伫这兄弟中间上介细迄个，你做这个代志，就是做伫我的身上。那么甲山羊讲，你无做这个代志，就是无做伫我的身上。所以呢，咱对这个第三个故事就会当清楚来了解，咱的上帝所爱到底是什么？咱上帝所爱就是当有人看见别人的需要的时，伊需要去给伊补足，补足这个人的欠缺。在这补足的中间，伊唔是伫遐在计算。我做这个代志会得到偌济回报，因为连遐上界卑细一个，遮上界卑细一个，
就是表示上界乱弱的，无能力的，可能无什么地位的，无什么气力通甲你回报。那么伫遮个人的心中，你照你家己的能力，伫遐来补足因的欠用的时，安尼，遮你所做遮个事，就是行伫耶稣基督的所在。所以这三个，咱会当看起来。今天人二十五章的故事，咱袂当一个一个单独拆开底下来解了解，因为咱若单独拆开来解了解时，会误解，还是讲无去注意到马太通过这故事的藏作会啊所谓表达的，啊，因为咱无解藏作会看，所以咱就袂去注意到第二十四章的后半段，伫讲起末日临到的时阵。会发生什么款的情景？所以呢，咱在这个所在，咱搁一遍来，搁倒转来看这个十四节到三十节一段的故事的事。伊在甲咱讲什么？伊在甲咱讲，讲咱的主所爱，真多伊的萝卜的人，就爱认真底下来完成。所以呢，我今仔日直接跟咱分享的主题，借用李定威先生伫康奈尔的所在，迄个演讲的标题讲：民之所欲，常在我心；民之所欲，常在我心。啊，这段的经文上界主要的主题就是：主之所欲，常在我心。咱的主，伊所意爱的。咱爱常常伫咱的心中来提醒，互咱每一个人照伊所爱去行。那么伊的所爱，其实毋是亲像咱今日所读这个经文内底，伊爱咱的金钱，伊爱咱去赚足侪钱，伊爱咱献足侪钱，毋是？因为第三个故事伫遐清清楚楚地讲，讲伊所意爱。就是这个自卑色兄弟的中间上界乱弱的上界看不到的那些人当他们在欠缺在需要的中间的时候有人欢喜去补足他们这就是我们的主上界以来所以我常常在说在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的中间在圣经里面给我们基督徒的要求的里面就是我们基督徒无认真世事啦。什么叫做无认真世事？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呢所在做的事情不能亲像我们台湾人很强调的认真世事像一块我们说这个人很高做人这个人如果很高做人就表示说什么比他很高做这些认真世事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台湾话有一句话叫做背对一个人若是在这个社会会当得到人人和乐人人人好他上界起码这些人情世事不能放我们台湾话我们台湾都有一款背对的风俗今天是家里有喜事我们就要包红包去家里有丧事要包白包去咱较顶尖的人呢，伊拢会家只的红包、白包，啥物人送来偌济钱，拢记甲真好势。那记甲真好势时呢，后来对方若因厝有共款的代志的时阵，咱就爱去甲伊包倒转去，这叫做背对。若是高做的人呢，互人欢迎的人呢，伊一定会安怎，会甲踏起去。咱即届包千二，咱后边来包千六。讲踏起嚟，啊，表示安怎？表示讲咱真够做人，啊，即款的人嘛，真会受欢迎，这叫做人情世事。啊，总是呢，耶稣伫这个所在要求伊的军队者，即个基督徒所咧讲的，就是一个真清楚的事，伫上帝国的内面，即个自卑者，即个软弱的，即个需要的人。当因受补足的时，你有能力的人去给因补足，
你毋通想讲，我也要得到伊个甚物款个回报。啊，我嘛毋是为着要得到伊个背对，所以我来做遮个代志。拢总毋是，是因为需要伫咱个目睭前，咱就有迄个责任，咱就有迄个义务。特别伫咱犹阁有困难个时，伫咱个手头犹阁有灵个时，咱就来补足遮个兄弟姊妹个欠用。安尼，这就是咱的主所依赖。所以今仔日，咱对过二十四章一直看到二十五章结束。那么，马太这个作者，伊在乎伊的信仰团体兄弟姊妹辨别的事，就是咱今仔日是活伫一个末日的时代，咱面对末日的来临。当这个末日来临的时呢？咱无人会当知影什么时要到，所以咱只有做好准备。就是讲，不管这个时当时到，咱拢已经备半边。什么叫做备半边？备半边就是咱干那会去做咱的住所以外的事那点。咱的住所以外的事，咱自动按你来做，无论是。我的厝边有看无看，无论这个代志，当我伫补足别人欠命的时，是毋是有人会看到？报纸会甲我报呗，啊，牧师会甲我表扬呗，啊，这拢毋是咱的考量，是因为咱看见上帝将需要的人带到伫咱的面前，咱的手头也拄拄啊有剩，咱也拄啊有迄个能力，通伫遐服伊的需要。得到保障，安尼就是去做，这就是咱的住所意爱。咱的住所意爱就真侪咱要去做的动力。这就是咱今日所读的这段经文，上界主要的一个信息。来，愿上帝的心来帮助咱，和咱在咱的每一日的生活中间，上帝想使咱到起来时。上帝常时也将需要的人、需要的事带来到伫咱的面前的时，咱无第二种的想法，咱就只有欢喜、感恩，伫遐来补足，互迄个欠用，互迄个需要来得到满足。啊，相信这就是上帝所以爱。所以今仔日的圣经也做一个最后的一个应允，照安尼去做的人。伊就到伫一后，要伫咱个主个面头前得到一句话：好啊，好个沉重个萝卜，入伫你个主人个怀里。愿上帝神帮助咱，予咱有毅力通安尼做，也予咱安尼做个时，心中充满喜乐平安。咱三个来祈祷。主，我的上帝，感谢你的恩典。虽然我不是非常富足，我手头所得到的权力也不是非常的大，我的能力是遐尼有限，我的钱财也不是遐尼济，总是我知在你的恩典的中间，我拢够用。我想时也少年，在我的四周围不断地发生有欠缺的事，无论是心灵的欠缺，无论是物资的欠缺，无论是人际关系的欠缺，或者是伊甲所有的人在这个社会中间。会欠缺，我知这些欠缺你摆在我的面前，主帮助我来注意，帮助我来关心，帮助我用有限的气力来补足，让那些欠缺可以来得到补全，让那些需要可以来得到满足，让我们欢喜这样做，因为我知这是主你所依赖，
因为你的目睭常常停留伫遐需要的人的身上，你的目睭停留伫苦难的人的身上。主，愿阮会当真多照你的心意来行做的基督徒，我来确信，我安尼做，有一日我要得到你的安乐，用好啊好个真重的萝卜，就得你的主人的快乐。主，这是我的心所意爱。愿你赐给你的信心来看教我，也扶持我，我有规律同照安尼来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感谢刘牧师的正道，今仔咱做伙来吟回应的圣诗，新圣诗第582首，慈悲疼痛大仁君。奉献在网络这个主日的期间，请各位兄弟可以继续支持，将你的奉献寄来教会的主址，继续支持我们教会的事工。两位兄弟姊妹，请我们三个阿头来祈祷。听堂我们的阿爸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在主在圣的主日，我们还能聚集，虽然是在别人的家，我们能做伙来敬拜服侍你。主，我们是有福气的人。主，我们求你的圣神来到在我们的中间，在我们的内面动工。主，无论我们对你所领受我尼啊多的恩赐才情，拢予我们会当伫敬拜的时，伫甲你三亲近的时来奉献出来，做你的使用。祝愿献上感谢甲懊恼，祝愿伫众兄弟姊妹服侍中间，阮得到学习，阮知
阮就爱尽心、尽性、尽意，疼主你，也疼厝边亲像家己。总是阮本身有时软弱，有做无到遐个所在，求你赦免，也求你扶持，求你搁再一摆，互阮有机会，互阮继续行军队你个路，服侍你，到底冤枉我。祝阮俄罗斯感谢你，阮上时也非常诶担心，伫即个疫情还佫影响诶时期，阮所徛起诶美国拄啊好拄着总统选举结束了后，一寡后来所处理诶代志，祝啊，阮伫遮个新闻诶中间，有时阮会烦恼。主求主你听阮所有的人的祈祷，知影阮意爱伫你所享受予阮徛起的土地顶面安居乐业。主啊，求主你予所有的人拢真正会当思考安怎样带你所欢喜的和平伫四周围的人的中间，予阮愿意做和平的使者，予阮愿意。打开耳孔，听无同款的声音。主啊，也予阮会当继续甲阮的厝边和谐徛起，互相相扶持。特别是伫这段对抗疫情的过程中间，来见证主你奇妙的所作。主，阮为着要搁伫病院咧服务的遮医疗人员来祈祷。主啊，因逐日拢亲像战士共款，伫对抗即个疫情，真侪遮病症。主啊，阮求你，予因有身体健康，出入得到平安顺遂。主啊，阮也求你，予遮研发的人员有够额的智慧，真紧来研究出好的疫苗。以及实施的办法，祝福美国早一日会当脱离这个病症的威胁。主啊，我也求你帮助，要顾咧接受治疗的所有的兄弟姊妹，主拢求你甲因顾守，互因一个一个得到真好的治疗的方式，恢复健康。因所接入去的医药，拢对身体有帮助。主啊，互因会当。在身躯得到复原了后，做主的见证，因带侪侪人来认捌主，你是上好的医生。主，阮感谢俄罗斯，主，阮也求你帮助，当咧出外旅游，或者是伫旅游的中间，转来伫到阮中间的遮兄弟姊妹，求主你保护因、照顾因，互因身体保持健康自在。主啊，无论是伫隔离的中间。或者是已经出来，会当甲阮交陪，主求主你拢享受快乐，互遮个无方便、无诚济阮的困扰。主啊，阮也求你继续扶持阮伫过来的两礼拜中间，阮要来庆祝感恩节。主啊，阮感谢你带领美国的祖先伫早时。受到真侪原住民的帮助，伫即个旷野的所在建立家己的家园。主，我也求你帮助阮，伫这段真正是行伫旷野中间的时期，阮犹原会当孝顺主你的稳定，来讲起主你伫阮中间所做的一切。主啊，我求你保护照顾遮学生囡仔，身躯无着危险来就读，或者是即时需要出外上班，或者兄弟姊妹，主拢求你顾守、保护、照顾。主啊，阮也求你看顾有需要的家庭，经济拄着困难的家庭，主你一个一个甲因扶持，直到因的经济的情形回转。主啊，阮也求你帮助。阮中间有家己一个人徛起的老大人，或者是甲厝邻的亲人相佮徛起的，祝你拢平平享受福气，祝福因逐日拢感受着祝你的同在，
互因会当对家里事事会当讲起主你的见证，因的教示会当真做阮的帮衬。祝阮感谢耳朵你，祝阮有搁在一礼拜的中间，求主你帮衬阮，互阮伫后一摆见面的时有搁较侪稳定会当分享。这是我们用主教习惯的基督文来基督讲，管在天灵的父，管你的名声，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在前在地灵，亲像在天灵。我们的日食今天好管下面，我们的高呼亲像我们下面高我们的人，无得从我们入去，就叫我们脱离那个派的，因为国关联永远都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们。报告，感谢上礼拜咱的圣灵主日哦，咱的泡泡师带领咱做伙，为着政治两党对立的紧张的现况，向咱的天父上帝来祈祷。下礼拜在日的二十二，同款咱早起九点，咱的圣灵主日哦，咱请到林牧师长老。继续为咱分享 On the Trail of the Last Supper, Hundreds Flowers Bloom。 再来在11月29主日，咱早起九点的圣灵主日哦，咱今年要改做提早一天，在11月28拜六暗时7点，咱改做感恩节网络的主餐来分享。咱教会40几年来的传统，咱拢伫个即个感恩节迄个礼拜下拜六，咱会伫教会聚餐。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咱无法度实体来聚会，所以咱请大家伫拜六暗时，伫食暗顿的时阵，请你开你的网络的即个镜头，所以咱会使做伙来分享咱拜六食啥物大餐。啊，搁有咱拜四。因厝内若拜四固定拢有食即个感恩节的大餐，食火鸡的时阵，请大家会记得翕相，甲恁在厝内家庭团契的相片，啊，甲大即个食物的好食的相片，请你翕来，啊，分享予咱教会的信箱，咱会使大家做伙来分享。咱虽然无法度实体来聚会，咱啊，搁会使透过即个相片，透过咱网络顶头的聚会，咱做伙来分享。咱感恩的时刻，再来小会公告。咱教会已经伫顶一个主日，在一个初八，咱选出咱2021年新的长老阿甲执事。即摆咱两名新的长老，由咱林佑坚兄甲 Christine 素姐妹，因接受提名并且当选。新的执事由李淑珍姐，啊，个 Andrew Shen 兄弟，因接受提名，而且当选。11月22日周日，咱个礼拜的中间，咱要来举行咱转职的仪式。自今日开始，咱教会要接受兄弟姊妹的会籍转职的申请。有意愿的兄弟姊妹，请利用教会的 email 的信箱来联络咱的干事 Arthur。过来，咱小会要征询咱会友的意见。咱有三项非常重要的议题，要请咱的会友给咱一寡建议。第一项是教会处顶防水的工程。不是防水哦，防水的工程。第二点是教会室内通风改善的工程。第三点，将来咱教会是要踮在咱即卖原本的即个地点原地来改建，还是要考虑咱要找其他搁较适合的地点，咱来踮要来刷迁？请针对这三个议题，尽量给阮意见。请将你的意见，你要用讲的，还是要用写的，拢会使。联络咱的这个文学长老。即卖咱做伙来吟查看的圣诗，新圣诗第153首。我听耶稣的声讲明。
主啊，你是创造万物的主宰，你知影阮的心。主，阮求你继续祝福引带阮，愿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充满帮助，甲咱在座兄弟姊妹同在，也甲咱所挂念的亲人朋友同在，甲纯真者、甲因的家族三甲同在。甲第一线咧防止疫情的工作人员同在，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咱今日的主日就到这，请大家祈祷，祈祷了后，请大家唔好离开。按同款，今日同款有一个每一礼拜拢有一个家庭的介绍。今日是小弟我来为大家介绍。
大家好，各位弟兄姐妹，各位长辈，各位这个亲朋好友，大家好，我是 Dennis。 这个礼拜轮到我介绍，每周一家庭，我就一个人，所以一个人就是一家庭。大家应该都认识我，我叫 Dennis Lin， 中文名字叫林永伟。我现在在纽泽西的一个大学 ，Jersey City 的一个大学教书，教心理咨商，professional counseling。所以 TKC 的这些这个猪朋狗友们都叫我林老师啊，所以不知道他们是在叫我还是在骂我。你在那给他叫啊？去，开玩笑，开玩笑。我现在自己一个人住在 New Brunswick， 我住买了一个小小的 condo。去年才买的，对，去年才买的，所以大家都只叫。疫情开始之后，我们全学校都一直在线上上课。学校虽然开始开放，但是我们因为很多学生都是有上年纪的，那也都做这个大众捷运交通系统，所以不安全，所以我们就决定全面都在线上上课，所以基本上都窝在家，然后自己乱煮乱吃。然后有时候就督导自己去拉肚子，原则上就是这样子。那三不五时呢，周末呢就会有一堆，也没有一堆啦，就有几个无聊男子也会来我家玩，就例如是这一群人，无聊男子团，食客一号，哇，有一堆食客会来，尤其是这位穿深色衣服挥手的这位、他之前是常驻的食客啊 ，Joseph 你们也认识，他也常常会来。然后Sean你们也认识，也常常会来。Harrison 是我们这几个月交到的新朋友，来跟我们一起打垒球。嗨，大家好。然后这个博元，王博元是这 Rogers 的学生，孤苦无依的一个学生，有时候我们也会来这边同乐一下。原则上就是这样子，好。谢谢大家。You
来说